你不是想要截图吗？妈，搬家就真的可以改运吗？还有哪里不舒服？下半身还是不舒服。外面没有人吧？赶快上去放书包、手洗一洗，准备吃饭了。今天是在庆祝什么？我帮你补身体，还要看日子啊！不要进去啊，小妹妹，那危险啊！你不是想要解脱吗？到了玄王国，你就会解脱了。属于你的游戏才正要开始，这就是你说的考验吗？终于算，香港，从你们带我来到这个世界开始，我就已经不再属于你们了。好歹我也是你妈，我不准你看不起我。